你开始。我们感受是在这繁忙的高中生活里面，要怎么分配好一天的时间？然后因为我们有很多活动还要玩，然后又要读书，所以规划好时间很重要，这样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对，我们对这个时间的分配的计划有一些想象，就例如说做计划表啦，然后要有那种哔哔哔的那种，让我们知道时间到了就该做什么事。然后呢，我们也要计划说什么时候运动啊，什么时候读书，然后来确保我们在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做到100%的效果。那我们实践有做了计划表的，就是时间表，然后我们还有，我们每个礼拜都有约出去读书，然后还有实行夜读3点，然后段考前手机完全都没有用到，然后就是我们的，然后我们成绩都有因此进步。然后我们发现做完之后，我们的做事效率也都变高。然后我们有跟班上同学分享，然后还有做 PPT， 就跟其他班还有一些老师分享我们做的过程，然后还有结果，然后希望可以帮助到其他人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